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所谓“工以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。请问一下，同学，你的 Visual Basic 2010的软体已经安装完成了吗？有没有把书上后面的那个学习光碟已经载入到硬碟里面来做练习呢？我们今天要介绍是新手上路，也就是我们要针对一个城市，就是我们的招呼城市，在我们的主控台应用城市跟 Windows Form 应用城市来逐步的来检讨。好，所以呢。 让同学了解城市设计它的一个流程是怎么样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的讲次。好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第二讲，讲授的主题呢是 Visual Basic 城市设计新手上路。好，我们的内容呢单元目标有三个。好，我们首先来探讨在主控台应用城市撰写城市的步骤，以实例的一个探讨。好，我们在 Visual Basic 软体中。 撰写应用程式有两种方法，分别是主控台应用程式 （console 的 A P），另一种是 Windows Form 的应用程式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主控台应用程式，在 Visual Basic 软体中，主控台应用程式是在命令提示字眼，好，之下来执行的，以及在文字模式下执行应用程式的。 主要应用在测试程式码的实行或侦测时使用，不需建立使用者图形界面，就 G U I 的部分，好的应用程式可以选择在主控台应用程式环境来撰写执执执行，所以就比较简单的，或者我们要侦错的时候，我们就选择在主控台应用程式来撰写。好，它有几个特性，第一个特性呢，由设计者主导整个程式的流程。 第二个特性呢，设计者根据需求规划城市的流程及处理的逻辑。第三个，它是一种程序导向 p r o c e d u r e o r i e n t e d 的一个设计。好，它的步骤呢，从设计到执行完成，我们来归纳：开始，好，建立新专案，好，再来撰写程式嘛，好，编译程式及执行，最后结束了。所以，总共成归纳成这样的一个步骤。 好，我们首先进入 Visual Basic 软体的起始网页中，按新增专按钮。主功能表里面，啊，按档案，选取新增专案，会显示新增专案的对话方块。好，这个是在起始页里面按新增专案。好，这个是在我们的主功能表档案里面按新增专的两种方式。在新增专案对话方块的范本里面，我们选取主控台应用程式。 预设专案名称叫 c o n s o l e Application 一，我们把它更改为第二章第一个范例二之一，这样比较好辨别。所以我们的范例都用二之一、三之一这样的方式，三之一表示第三章。好，按确定钮，显示城市码编辑视窗。好，在这个范本里面，同学留意，我们要一下主控台应用程式。好，那这个功能，好，就是我们主要就是 Visual Basic 建立命令列 Command Line 的。 应用程式的专案，好，原来叫 Console Application 一，我们把它改名称叫二至一，好之后我们要按确定用。好，这时候呢进入就我们主控台应用程式设计的一个视窗了，好，第二个步骤撰写程式码，好，那这个档案的名称叫 Module 一点 VB，好，那我们标准档就是 Module 一点 VB，好，那这个地方 Module 好，跟 end m d u l 九的中间就是我们城市码的一个编辑区，就是 sub main 跟 end sub。好，城市的结构是这样的，以 sub main 来开头，啊，然后呢 end sub 来作为城市的结束点，中间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撰写城市的地方。我们基本上介绍四种语法，就是我们讲输入跟输出的地方就好了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输出的样，console 点 write 那这个括弧是资料。 它的功能是将资料显示在主控台视窗中，指标在输出字眼之后，好在那边 stand y 在那边等着。那如果我们的第二种语法 console 点 write line 呢？好，这个括号也是资料，那资料可以是数值，也可以是字串，将我们资料显示在主控台视窗中，换列执行下一个系数，就往下执行了。好，它是在那边 stand y 等的，它是往下执行，这是输出的部分。 输入的部分呢？语法第一个语法，console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，刚刚叔举一个例子。第一个例子呢，我们 console 点 write 啊，括弧双引号，这就标题了。二加五乘二等于标题。好，这时候呢，好，我们在那边等着，所以等的什么呢？我们下一个范例是 console 点 write 9，好，二加五乘二，真正做运算，先乘除后加减，得到十二。所以刚刚等号后面等的等的十二，产生我们所需要的结果了。 好，再来呢，我们再做输入的部分。输入的部分有 read 跟 read line 两个不同的地方。用现在看 read console 点 read，读取从键盘键入一个字元之后，会往下继续执行。那如果我们通常写在哈、哦、这个最后一个，好，那就往下执行你就看不到结果了。所以我们会 console 点 read line，读取从键盘键入整个字串之后，会等待使用者键入资料之后再按 enter。 才会往下执行下一个系数，啊，那这样不同的地方。好，第三个步骤就是编译跟执行。那编译的方法，第一个按真错，之后开点显开始真错，换 F 五。当程式有错误，当有错误会显示错误讯息，修改后再重新编译执行的。好，就像这样子之后，好，我们 sub main 跟 end sub 中间是我们撰写程式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第一列 console 点 write line。 好，那这个是双引号，欢迎进入 Visual Basic 主控台应用程式双引号。我们少了一个夸弧，所以它是错的。它错了，说发生建置错误，要继续，并且执行上次成功的一个组件吗？好，如果我们觉得上次对，我们就按四。好，在 End Sub 之前有个 Console 点 Read，我们说会往下执行的啊。 好，那这是这这个一个方式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当发生错误，它也告诉我们，错误清单也告诉我们，必须有右括弧，在这个地方有右括弧。同时我们告诉你，马九一点 VB 第四行第五十一个栏位，专案叫二至一的地方产生了错误。好，我们就来修改它，我们把错误呢啊系数呢更正之后，再重新执行。好，加上一个右括弧了。 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来看我们执行的时候，欢迎进入 Visual Basic 的主控台应用程式。好，这是 Right Line 就往下，哦，好再 Right 三加五乘三，好这是标题哦，等于连接我们真运算先乘除后加减，五乘三得到十五，再加三得到十八。好这边等着，好就如果呢，好我们按 Enter 它就往下继续执行了。好，这个范例很很单纯的就是主控台应用程式。 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探讨在 Windows Form 应用程式撰写程序的步骤跟实例的探讨。那这个地方就有我们使用者的界面哦，先来看它的一个特性。第一个，它的特性是事件驱动的观念来设计程市在前面讲师我们介绍过，好，我们不断的听取我们的信息链有没有什么任何的信息，如果有的话，再判断判断是哪一个事件的物件上面，好才驱动我们的事件来执行的。 第二个，当使用者按滑鼠左钮或按键盘某一个键的时候，就产生一个事件，会执行该物件所设定的动作，就称为事件程序 （event procedure）。第三个，程式执行的流程呢，是执行时由使用者来决定，而不是按照先后撰写的先后顺序的。第四个，它是一个物件导向的设计，它是一个 O.O.D 的方式 （Object Oriented Design） 的方式。 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步骤，从设计到执行完成，我们可以归纳为：第一个，建立新方案与表单；第二个，在表单上安置所需要的控制项；第三个，设定各控制项的属性；第四个，撰写程式码；第五个，我们编译及执行并储存专案。我们把它归纳，就今天我们这个范例的一个演练的一个步骤。 好，首先我们来看招呼程式。我们来看情境的说明，在表单上，我们安置两个按钮控制项。第一个按钮的外部名称我们叫显示，第二个按钮叫结束及一个文字方块。好，我们要显示的一个内容。第二个，按下显示钮的时候，在文字方块控制项中出现欢迎学习程式设计 V B 课程。第三个，按下结束钮的时候。 清除刚刚欢迎学习城市设计 VB 课程的内容，并结束城市的一个执行。好，情境说明之后，我们先来图例说明。好，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执行结果。当我们按下执行的时候，在文字方块上面呢，啊，显示欢迎学习城市设计 VB 课程。当按下结束的时候，就回到我们 Visual Basic 整合的一个视窗了。 好，有了说明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要撰写这个招呼城市的步骤。第一个，建立新方案与表单。好，我们在起始页的地方，新按新增专案，或在主功能表档案里面，啊、哦，按下档案，它就选取新增专案。所以显示我们的对话方块。好，在已安装的范本里面，我们来选取。 我们来选取什么呢？再选取 Windows Form 应用程式，将专案名称好 Windows Application 二这个名称更改为二至二，2, 按确定钮会显示起始视窗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好范本里面好，我们选 Visual Basic，好 Visual Basic 里面我们再写 Windows Form 应用程式。好，原来我们预设名称是 Windows Application 二，好，现在我们把它改成二至二之后，我们再按确定钮。 就会显示我们的起始视窗了，这就是我们的起始视窗了。好，起始视窗的步骤完成之后，现在设定表单的 text 就是我们的标题文字的属性值。那这标题文字，我们根据我们刚刚显示说，要把它改成招呼城市。好，原来表单 form 一它的标题文字的意设值是 form 一，更改完之后呢，我们来看表单的它整个的标题文字就已经改成。 招呼城市了。第二个，在表单上加上控制项，在工具箱就是左边的地方按一下 Text Box，它的图示是这样子的。拖移到表单的上方处，建立文字换块控制项，并并且把它设为 Multi l a n 多列的方式。好，我们从这个地方把它拖移到我们表单的适当位置。好，我们讲上方处，同时按这个下拉钮，让它变成多列的方式。 第二个，在工具箱按一下按钮，就是 button 这个图示，推移到表单的左下方，建立一个按钮控制项，预设标题名称就是 text，外部名称叫 button 一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去做。好，工具箱里面找 button，好，拖移到左下角的地方，好，就建立好了第一个按钮控制项，预设名称叫 button 一。再建立一个、哦。 第二个一样，在工具箱按一下按钮 button 这个图示，拖移到表单的右下方，建立另外一个按钮控制项，预设标题名称叫 button 二，因为刚刚有 button 一，项就变成 button 二。好，一样，我们到工具箱里按按下 button，拖译过来，好，就产生了第二个按钮控制项叫 button 二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设定各控制项的属性。 首先设定文字方块控制项的属性，我们的内部名称显示在内部是物件名称，因为它是文字方块，所以 T S T 开头，再加上它的作用叫 Hello，原来它是我们要跟它 say Hello 的。好，字行 Form 这个属性呢，好预设好，我们改细明题，样式改成粗体，大小为二十。好，这、就是文字方块属性的设定。 好，我们先来看设定 name，好，这是内部名称。T S T 或叫物件名称 hello hello，我们建议大写。T S T 小写前导字，再加上它的作用的好 hello，我们是大写的。好，我们再设定 form 的信息明体大小二十。按钮控制项的属性，好，我们有几个，第一个 text 属性，外部名称我们设为显示，好，内部名称因为它是显示，所以 B T N 秀，就 S 这个秀是大写的。好，form。 那我们的字型呢？设为星系名体。样式我们是出体，大小是十二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按钮。第二个按钮呢？好，我们设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标题文字设为结束，内部名称设为 btn end。字型是一样的方式。好，设定完了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属性视窗里面，这个首先先设定字型，我们要找八 n 一的 f o r m 好，样式出题，好，我们大小是十二的。 好，再来我们来看两个内部名称，分别是 btn 秀跟 btn 的。n 好，这个地方第一个 btn 秀就是我们显示的那个内部名称或者物件名称，另外一个 btn 的 n、End、就是我们结束的那个物件名称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我们设定完成之后，第一个按钮它的外部名称 text 叫显示，第二个按钮它的外部名称叫结束了。好，表单的标题文字叫招呼城市。 这个文字方块控制项是多列式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写程式码哦。那我们有两个按钮，一个显示，一个结束。首先，我们第一个使用滑鼠在显示按钮的物件上连按两下，进入编写显示按钮程式码编辑释放，就开始渐入系数了。好，这位按两下会自动产生哦。然后自动产生之后呢，我们找内部的类别名称。 跟我们找事件名称又叫方法。好，我们这个地方呢，刚按那个显示钮，快按两下就会产自动产生好 p r i v a t e sub 跟 end sub 的这样的一个啊整个的系数。好，我们在中间写上了 t s t hello 点 text 等于双引号欢迎学习城市设计 V B 课程。那这个地方有三种颜色，红色表示我们的文字字串，好，黑色表示我们自己定义的。 好，蓝色边框表示保留字。那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哈，就我们在编辑城市码的时候哈 v p 软体会自动显示与正在编辑有关的系数属性方法，供我们设计者直接选用。好，可在选取视窗中键入第一个英文字母就可以了，然后再按空间棒或往右边来选取，可以加快我们城市编辑的效率跟正确性。好，譬如说。 当我们 T S T h e l o 点的这地方，我们还没有打的时候，好就会从 A 到 G 一直显示下来。好，因为我们要做标题，我们是 T，所以我们显示一个 T 的地方，哎、欸，它就会显示出来了。哎、欸，这里有 text 让我们去选取，按空间棒或往右边的键就正确的一个选取出来，这叫智慧型的编辑程式。好，第二个使用法式在结束按钮的物件上连按两下。 就进入了编写结束按钮，城市码编辑视窗。好，我们就可以进入系数了。好，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进入。我们进入的系数呢？好，是这样的。第一个，我们把刚刚好欢迎学习城市这 V B 课程，把它清掉。所以 T S D hello 点 test 等于空字串。好，这里双引号双引号叫空字串，然后再 end 结束整个城市的执行的。 好，我们根据按下我们显示按钮，按下我们结束按钮，我们都执行相对应的事件程序了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编译跟执行了。按功能表的侦错，选取开始侦错，第一种方式，好就可以执行了。或按 F 五，或往右边，这三种方式，好都可以的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当我们按下侦错，然后就我们选取开始侦错，就这两个步骤就是 F 五了，好就是 F 五。 好，我们就可以执行了。好，程式编译执行后会产生一些档案，比如说我们的方案档副档名叫 SLN，我们的专案档副档名叫 VVPRO，我们的表单档副档名叫 V1。还有三个资料夹，分别是 b e a n object 跟 myproject，这三个是资料夹的方式。好，那我们先先来看这样一个，好，这就是我们第二章二至二资料夹之下的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 这个二至二就是方案资料夹名前面二是第二章。好，接下来这个资料夹二至二的地方是我们专案资料夹的名称。好，方案档名二至二点 s l n。好，这几个我们同学要特别注意。我们再把二至二展开，有三个刚刚老师讲的三个我们资料夹，分面 b a n object 跟 my project，还有一些相关的档案来组成的。 好，我们辛辛苦苦写的档案当然要储存了，所以储存档案可以按主功能表的档案点选，全部储存起来。好，我们就按这全部把它储存起来，或者你可以按快速键叫 Control 加 Shift 加 S 也可以的。好，那储存的方式是这样的一个方式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的位置要放哪里呢？我们先找位置的地方，就 Location 的地方，一朝城市设计 Visual Basic 范例。好，这个地方。第二个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方案。 啊，资料夹。那如果我们不要为方案建立目录的话，就不要打勾，因为我们通常目前是一个方案一个专案，专案一定要专案的名称是二至二这个资料夹，就按储存就把它储存起来了。好，如果呢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城市马能列印出来，哈，好，我们就开启城市码编辑视窗，按主功能表的档案，选取列印。 按确定了之后，就只能将程式码从印表机印出来，没有办法印结果、哦。那结果怎么办呢？我们要按印出执行结果，可以按 Auto 加 Print Screen 这个键，然后把好这样之后，再把结果贴到 Control V 贴到我们的文字上就可以的文件上。好，那印表的一个是这样的方式，档案列印。好，我们就从印表机把它印出来了。 接着呢，我们执行城市党。如果我们已经乱完了之后，以后我们要执行怎么办呢？按开始钮，点选执行，进入或浏览该城市执行党的党名，再按确定就可以执行了。好，第二种方式是直接至 E 执行应用城市资料夹的位置，比如说第二章二至二这个范例。好，这个是二至二这个资料夹是方案，二至二这是专案。 并之下，第八个之下，二至二点一四一，快按两下就可以执行了。那我们要载入城市呢？如果我们最近曾使用过的专案，就可以在起始页上面直接点选曾载入的专案档，或按开启专案去选取，两种方式都可以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发现第一个，哎，我们就可以直接，好，第这是第一种的方第二种，好，我们最近使用过的两种方式。 都可以来做，然后功能表主功能表档案选取开启专案的地方，选取档案所在资料夹的位置及方案档的地方，按开启，好就可以把方案档跟表单档同时载入了。好，那我们档案开启专案，好，同学要注意一下，这边我们要写我们资料夹二至二。2, 好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资料夹，有一个 Solution，我们就点 Solution 就可以了。二十二 S 按开启或按快按两下就可以开启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在 w i n d o w p Form 里面应用程市撰写的整个的步骤。接着我们要讲解第三个单元，就是变数与常数。什么叫变数呢？储存于记忆体中的资料，根据资料的内容，在城市执行过程中。 改变与否会把资料分成好，我们的 variable 就是变数跟 constant 常数了。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变数呢？在执行过程中会改变它的内涵值的，我们叫变数，就好像孙悟空一样。常数呢，在执行过程中不会改变它的内涵值，也就是固定不变的数值，像它的师傅唐僧一样。好，我们现在实例来说明。我们先宣告一个 a，好，它的资料形态是整数哦。 内涵值是一百二十三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有一个 A 名称，就一个资料项的名称，好，现在它是放的是整数哦，你把设定值一百二十三丢给它，它就是一百二十三。这个 A 是固定不变的，所以我们叫变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写一个系数，A 等于 A 加一，把等号右边这个变数值加一之后，再胜利给等号左边变数的储存位置。好，我们加了一之后。 一百二十三加 a 已经变成多少？变成一百二十四的。那我们就知道一百二十三、一一百二十四都是我们的常数，a 是我们的变数的。我们了解了这样的一个范例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再详细的说明。好，变数，变数为某一个资料项目的名称，就像 a 一样，电脑会在主机体中设定它存放的位置，变数的内涵值。 一直会随着程式执改变它的内涵，就像刚刚 a 等于 a 加一改变好，比如说，我们要成绩设定成八十分。好，这个 sc 这个就是我们的变数成绩的一个资料项目的名称，它现在内涵只是八十。好，那现在加五分，那八十加五分就是八十五了，那就变成八十五分了。好，再来我们来看命名的规则，变数名称的第一个字母可以使用英文字母，大小写是不区分的哦。 或者是底线，然后第二个以后就可以使用英文字母、数字或中文字元或底线。如果第一个字母是使用底线，其后只能接英文字母跟数字。那中文字元我们建议不要用，因为如果在非华人地区就产生乱码的情况。好的，命名规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：英文字母开头，好，长度最小是一哦，那最长可以到一零二三。那第一个英文字母，第二个可以英文字母或数字。 或底线的，好，如果底线开头呢？第二只能接英文字母或数字的。变数名称命名的时候，应该取具有象征性的，以，比如分数我们使用 score，好，这个是全部大写，好，第一个字母大写，其他小写，都这三个都表示同一个变数。以小写字母呢作为变数名称，我们认为比较合适的。好，第三个变数名称不要超过一零二三个字元。第四个变数名称不可以使用 Visual Basic 软体的保。 留置蓝色显示的第五个变数，在使用前一定要先宣告。宣告的方式就是 dimension，好，可以多个变数，好，一定要有名称，资料形态可以不写，出设定值可以不写，啊，可以都逗号多个。好，这个 dimension 的意思是先告变数名称、资料形态跟设定初始，或者可以不设定哦，也可以使用 o t 这个形态来宣告变数的形态。好，我们举几个，啊，byte，好, by 好，dimension s c 是 byte。 好，第二个方式呢？好，这边 single 单准度、倍准度，好，这有关于我们的精确度。比如存款你，你要你你要存的是 double 了，好，那如果你存的 single，化成会就有误差的情况。好，字串，好，布林 yes no，好 date 日期，好，谢谢要我们的字眼。还有，如果省略不写，就是我们的物件。什么叫物件呢？视你储存的资料而定。如果是数值，就变成数值；如果是字串，就变成字串。也就它可以。 接受所有的资源，常数是固定不变的资料哦，所以电脑在主机体会自动设定它存放的位置，使其内涵只在执行过程不会被改变，好就是固定，好，好，譬如说我们数字常数八十五字串 basic，好符号 vbcrlf 或 vb 牛郎我们换列，好，那我们可以把一些有意义的名称作为符号，好。 这个常数名称使用 constant 系数来把某一些固定不变的数值或者字串先告为符号常数，可提高程市的可读性，减少程市错误的发生。好，我们先告的方式是 constant，C O N S T 就好。G、R, 常数名称，资料形态，好，可以省略。那如果省略，就是我们的物件的形态，等于运算式可以有多个值。先告常数名称，资料形态。 乙呢设定内含值，乙把中括号表示可以省略，逗号表示可以重复宣告。那运算式这里、個、expression 是由我们的运算元就是资料跟运算值，符号来组成。好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constant <好> pi as single 等于三点一四一五九三。好，pi 我们设为单准度三点一四一五九三。好，物件形态的资料，那资料在使用之前要先我们宣告资料的形态。 如果无法事先了解资料形态，V 软体会提供物件形态，就 object 的方式，可以储存任何形态的资料。存入资料时，会以该资料所属的形态，比如说存入是数字，就当数字；存入是字元，就当字元；存入是日期，就当日期的一个方式。比如说 S C，它是没有怎么样，没有设定它的形态的，所以它是一个物件形态的一个变数。好，接下来老师把今天所讲的内容就重点整理。主控台应用程式是。 程序导向的城市设计 w i n d o w Phone 是应用程式是物件导向的城市设计。在主控台应用程式，啊，撰写应用程式可以归纳成三个步骤：第一个，建立新专案；第二个，撰写程式码以编译程式以执行；第三个重点呢，将资料显示在主控台应用程式呢，好，这个就是显示就是输出哦，可以说 Console 点 Write 以 Console 点 Write t i 好，那第四个重点，在主控台应用程式可以使用 console 点 read 的系数来读取一个字元。那如果要读取整个字串呢？console 点 read t e i n e 若物件中发生一个事件，譬如说在法属上按下我的左钮，会执行该物件的事件程序，就是 click。好，第七个重点。 我们在 Windows 应用程式里面撰写应用程式，五个步骤分别是：建立新专案与表单，在表单上安置控制项，设定各控制项的属性，编译与执行程式，最后储存专案的。好，那接下来这样东西呢，我们在课双、呃、三周刊里面都有做详细的说明。好，我们下一个讲是呢。 我们要解印算式，以基本的系数要介绍四个内容。第一个叫资料形态，第二个印算式的种类，以实力说明。第三个 Visual Basic 基本的系数，第四个 Visual Basic 自然主义保留字。好，这个讲次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老师再三呼吁同学，还是要安装完软体呢，再把学习光碟再入进来之后，就可以了解城市设计的一些。到这里，下次再会。